迟早出事呢，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政治漫画家呢、啊、有些小朋友很小的那些呢、啊、已经是、一家人离开了香港了、啊、来到英国继续画、啊、在这个绿豆上面都有继续画他的漫画。但是专子呢，我不知道他去向在哪里、啊即有人说他已经是离开了，有人说他是留低、啊、我也都不能去证实、啊、但是呢我每天都看他的漫画，他的尖锐的啊！呢、這個分析好絕鬱嘅，係好諷刺嘅，係好一針見血嘅。啊！呢、這個漫畫嘅內容咧，係我係好欣賞嘅。不過啊，終於就出咗事啦。咩事呢？咁樣咁啊，佢啊就住呢、這個即係荃灣聖方濟啊，話有啲學生即係冇即係呢個早會升旗唱歌嘅時候不尊重。國旗不尊重呢個升旗嘅儀式，就被學校咧就係、是、要佢停課三天啦，罰佢哋啦咁樣。同時亦都有報警。咁雖然呢個報警咧嚇、啊，後來校方澄清咧就話唔係因為呢件事報警，係因為咧就有人凌晨嘅時候咧去毀壞咗學校出邊嘅某啲嘅即係財物啊，就是、包括啲告示牌啊咁之類啦，咁所以就報警啫咁。咁但係專子咧就畫咗一個咁嘅漫畫、啊，咁一睇就知系学校嚟噶啦，有个篮球架嘅，有写住校务处啊，咁样咩 school 啊，咁然后个警车停咗入去吓呢、這个篮球场、足球场里边，咁然后咧就有一班带住晒呢个防暴装备嘅，拎住个盾牌写住 police 嘅吓，咁、啊、就同嗰個校長講話，今日啲學生又衰乜嘢啊？陳校長咁啊，呢個校長咧就戴住個紅色嘅口罩，咁啊嚇指向後邊，佢話六 A 班有人講粗口，五 C 有同學唔見咗擦膠，三 D 班同學書包搜出雷射筆，二 A 班有同學頂撞老師，涉嫌恐嚇。咁你睇呢個漫畫，你覺得好好笑？好笑啊，系喎！而家学校系咪即系喐啲又报警嘅咧？因为而家学校呢、這个教育局咧系鼓励学校嘛，如果搞唔掂啲学生就报警嘛，尤其是呢个升旗礼嘅问题啊、干法嘅问题吓，咁佢就将佢夸张浓缩去就系话，而家嗰啲荒谬嘅情景咧吓，陆续续浮现啦吓，将来可能会更加荒谬，俾人觉得有咁嘅感觉。好啦。咁啊，於是咧就警方可能都忍唔住，因為佢踩到條線啊嘛，係咪先？咁啊，警方咧就呢個警務處嘅助理處長叫陳東啊，負責公共關係嘅，就向明報發咗封信，佢喺明報寫畫啦，呢個漫畫，佢話就周二即係11号啊 ，A11 版專指漫畫內容表達強烈關注，嚇內涵稱。漫画描述有穿上防暴装备的警员处理学校求助个案，警方认为可能令读者对警方处理学校求助个案产生错误观感，同时都可能令读者联系到同日该报 A2 版有关荃湾圣方济中学事件的报道，使到读者误会该校报警的原因。警方表示漫画这个内容描述穿上防暴装备的警员到场时询问校长的情况，校长回应表示六 A 班有人讲粗口，五 C 有同学不见了擦胶，三 D 班同学书包搜出雷射笔，二 A 班有同学顶撞老师涉嫌恐吓，指内容恐怕会令读者产生错误观感，误以为警方会如此调配人员处理学校求助个案。警方有提到该漫画会使读者联系到 A2 版圣方济荃湾圣方济中学事件，同样可能令到读者产生错误观感，后误以为校方因相关事件报警。警方强调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新闻报道指出，学校当天报警是因为校门有指示牌被毁坏，而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处理。出了这个信
啊，俾一個政治漫畫嘅內容啊，話佢同事實不符，指稱佢同事不符，驚住讀者會誤會產生錯誤觀感。呢個係咪好好笑？即係我畫政治漫畫咧，畫時事漫畫咧，都唔可以誇張，唔可以用嚟搞笑嚇。我畫嚟做咩咧？一板一眼去做嚇。嗱，老老實實，成個漫畫其實如果要投訴嗰個咧，唔係警察，警察講咗啲咩咧？嚇，警察就係話嚇，今日啲學生又做咗乜嘢衰嘢啊？陳校長咁，咁校長就數咗啲大曬嘢出嚟嚇。咁可能呢個陳校長去報案嘅時候，如果你講下，當呢個漫畫係真嘅先啊，即係漫畫當然唔係真嘅，就叫個警方嚟求助啊。咁啊嚟到地警方先問啲警員先問啊，係做咗啲乜嘢啊？咁又做咗啲咩衰嘢啊？咁先數一大扎咁嘅嘢。咁警方可能就話：切，喂，咁嘅嘢你都報案收隊，唔好搞都得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報警嘅時候，警方唔可以唔嚟啊。话问咩嘢？咁其中一样嘢话搜出镭射笔，所以镭射笔喺判案嘅时候，法庭判案嘅时候判佢坐监噶啦，吓话佢系可以做破坏吓，即系呢个刑事毁坏嘅用途。咁我报案，即系校长报案，你嚟到话我呢啲鸡毛蒜皮嘅嘢都系报案，你咪收队走人咯。如果要投诉嘅，我觉得应该系嗰个校长投诉，荃湾圣方济嘅校长投诉。就唔係警方去投訴，啱唔啱啊？佢話內容恐怕令讀者產生錯誤觀感，誤以為警方會如此調配人手處理學校求助個案。咁你咪收話學校叫做報假案咯，咁簡單。咁你咪要告間學校咯，做咩要投訴個政治漫畫咧？好啦，明報咧就係咁樣去回應嘅，咁樣啊。首先啊，專子先嚇，專子咧對明報澄清啊。佢話就警方周二專子漫畫表達強烈關注，專子對明報澄清，有關漫畫並非針對警察，並非針對警察，我都覺得係喎，唔係針對警察喎，而係認為學校教導學生應盡量循循善友，唔應該隨便用高壓嘅方法處理。日常漫畫如其他評論般，也只屬作者對社會風氣觀察作一般性評論同埋睇法。回應得好好喎，你做咩要對號入座？覺得話係針對你啫，我針對學校唔得嘅咩？針對學校嚇，學啲學生嗱，你唔咁樣即係不尊重呢個升旗禮咧，就喺出邊咧就嚇你違反國安法啦咁樣，就跟住要罰人哋停課3天。專主係因為咁嘅原因嚟回應呢個新聞而畫呢個漫畫喎。然後明報編輯部咧，我覺得幾好笑嘅。明報編輯部話收悉，即係收到警方嘅知道警方嘅信件啦，收到啦，感謝警方意見。編輯部將本着專業，繼續向讀者提供準確可信嘅新聞內容，並支持專欄作家提供專業作品。佢冇為專子辯護，冇解釋咩叫做戲樣，咩叫做政治漫畫。不是每一个政治漫画每一个细节都要同所谓事实相符，那个不是一个新闻报道来的。新闻报道就要同事实100%一样，你可以澄清。那我就恐怕经此一役呢，我不知道明报，明报呢就你知道的啦，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呢，那就在每一个评论的专栏啊，这个作家的专栏啊，评论的文章里面呢都加这个呢又不是想呢就引起什么憎恨啊，又不是想煽动 等等那些这样的头盔那我以前在明报写东西的时候呢现在没得写啦被他取消了个专栏啦在网上面呢每篇文底下呢都有一段这样的好烦气的东西，我听完之后呢就啼笑皆非，因为呢警务处长都讲过了，没用的寫咗落去咧，唔係等於免責噶咁啊。咁明報會唔會因為警方對專子漫畫嘅強烈關注，就會取消咗專子嘅漫畫咧？專子如果繼續咁話落去，會唔會有機會被檢控咧？咁樣嗱，專子咧今日都有漫畫噶，每一日都有，我都話你唔睇就真係走寶，好鬼正啊！咁因為係李家超講啊嘛，要呢個立法年度就唔會立呢個23條啦嘛，咁樣
咁啊一段咧就係咁樣嘅，有兩個喺度傾偈，咁有一個咧就拿住個大錘啦，嚇推住架車嘅，著住嗰啲工人服嘅，有一個咧就係著住西裝咁樣啦嚇，咁係好細粒嘅，啊即係兩個人就好細粒嘅，嚇咁佢就個對白咧就係咁嘅話，老細你 order 嘅23條到咗啦咁。咁嗰個老細咧就話：等等等等，我諗下佢仍有乜嘢實際功能先。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大嘅即係23條係個錘嚟嘅啫，有一個好大嚿嘅一個大嘅鐵嚇，寫住國安法嘅黑色嘅。然後咧就底下咧有一個大窿，咁有個人咧就瞓咗喺度咧，已經係俾個嗰個大嘅鐵咧已經扎到扁咗㗎啦。那個漫畫就係咁。咁如果你要抽證呢個漫畫呢，政府亦都可以繼續呢個表示強烈關注嘅喎。宇宙大法係一個令到香港由亂入治、由治及興嘅一個好到不得了嘅法律。即係如湯家驊話齋，英國嘅法律嗰種違反人權嘅情況，比呢條法律起碼強十倍。你竟然將呢條法律抹黑到將啲人砸到變屎餅，你咩居心啊？都得噶，即系你要抽證佢一樣唔得噶。你要抽證一個政治漫畫，任何一點都可以覺得佢有問題。嗱，小弟做咗十幾年嘅頭條新聞咧，咁而家又玩完啦，即系兩年幾前已經玩完啦。好多人咧就話佢就係一個政治漫畫嚟嘅，政治漫畫咧，或者係時事漫畫咧。你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夸张、讽刺、搞笑，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同这个事实是100%一样的。你可以是戏弱，你可以是被人家有会心微笑，可以被人家会讽刺那些当事人会觉得比如冤了一夜痛一痛。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在一个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讲究这个不同意见你都可以接收的社会里面，这些漫画，这些这样戏弱的剧呢，或者是一些电视的节目呢，是有权的人呢是完全是用一个包容的态度。他不喜欢的，他不开心的，看完之后你做什么这样说我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戏剧，它是一个讽刺的漫画，你只能够用一个包容的态度看完之后 good 一声吞了，然后认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必然会，自由社会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产物。在英国很多，你知道英国人是破口大骂的，就是 在这些节目里面，这些这样名嘴有的，但是呢就英国人的风格呢就都比较内敛的，是很多幽默感的，他成日周围都有这些同督笑的 standing comedy 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讽刺的。主流的电视都有很多的，譬如以前成日都讲的 Yes Minister, Yes Prime Minister, 玩下戴卓尔夫人的，连戴卓尔夫人 都好像说在这里粉墨登场过的，我又觉得没什么所谓。那么有人说喂皇室可不可以讽刺啊，这样即是有人说喂不如太后你去到英国你就试下扮这个英女王啊，看看拉不拉你啊，咁咁有啲人话呢啲撒谎嘅，都唔识嘢嘅。喺英国这个讽刺皇室嘅节目都唔知几多。YouTube 又有，主流嘅又有，扮到全个皇室，包括英女王啊，包括呢、这个当时仲系查理斯王子啊，威廉啊等等 Harry 啊，哇玩到反转又再反转，笑到佢哋呢即有些事情 你有少一点幽默感你都会顶不住，可能会反面的，但是仍然继续非常之安全地继续存在。没人会说喂表示强烈关注，那下一步怎么呢？下一步就好像杀了头条新闻那样，迟早的，就是头条新闻这个政治漫画时事漫画都这样被杀，就因为得罪了警方。咁你諗下，即係專子嘅漫畫嚇，警方咁樣表示強烈關注，你話佢話點樣樣啊，誤導咗啊，驚住俾呢個即係
讀者啊，產生錯誤嘅觀感啊，誤以為警方會如此調配人員處理學校嘅求助個案，係啊，你話會唔會啊？咁咪笑下咯，如果真係會，咪笑下咯，係咪啊？警方係唔得罪得噶，今時今日同以前唔同啊。記得以前有個個案噶，嚇、啊，又係呢一個即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又或者叫做即係以前就即係去接收呢、這個大氣電波播放嘅節目，包括電台電視嘅投訴噶，好多年前嚇。啊咁就有啲節目主持人就講好仔唔當差，呢不嬲都好講，不嬲都人講噶啦，好仔唔當差係嘛？又或者邪牌外差人咁之類啦嚇。咁啊講完之後咧，就有人投訴，就話咧咁樣就係侮辱咗警方，你又唔能夠話一足高打曬一船人所有嘅做警察嘅咧都唔係好仔咁樣。咁後來咧就裁決話有效啊，即係話係啊，要受到批評啊。我唔知係警告啊，定係乜嘢啦嚇，受到批評咁樣。咁啊，啲媒體咧就走去問原助級，問呢個督察級嘅協會嚇，佢哋個回應就話：我冇所謂喎、啊。呢、這個説話都即係講咗好多年㗎啦。不過個事實係咪咁咧嚇？咁啊，即係自有公論啦、啊。我哋唔介意喎、啊、咁樣。想當年，警察仲係可以好包容地。接受或者接收不同的批评的声音。今天你试下再讲好仔不当差，可能就是说你误导读者误导听众了，可能会是吧，邪牌外差人，可能这个是一句很普通的口头禅，很多人说我来玩的，其实是的，好仔不当差嘛，这样以前真的有这么想法，尤其是老人家，哇你做警察全部嗰啲友都貪污嘅喎，即係我講緊60年代、50年代，好人都唔會做警察啦。咁講咗，咁使唔使要道歉先？使唔使要收回咧？我想知道。如果今天講嘅話，以前講嘅完全冇問題啊，原助級覺得冇問題，督察級亦都覺得冇問題。今天咧，頭條新聞嘅下場就係話俾大家聽，原來警察係唔可以批評得嘅。批评咧，或者用呢个方法去批评咧，你就会被判死刑噶啦。咁专指漫画嘅下场会唔会都系咁样咧？咁虽然大家未必留意到专指系边个，又或者你明报你都唔会睇吓。不过作为一个即系我新闻人咧，我认为言论自由系好重要嘅。言论自由包括系讽刺嘅自由，包括系批评嘅自由，包括系可能系甚至系谩骂嘅自由。这个都很重要的，但是今天的香港能不能容许这件事发生呢？好了，暂时警队这里继续支持我，披着继续支持我，心直有快的枪，多谢你们收看，再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就中共的二十大还有几天就举行了、对于这个金上来讲的权力能不能夠即係繼續穩固落去？做滿10年，本應就應該就退位就讓賢嘅啦。咁啊，會唔會又做多一屆，又做多一屆，一路永續落去咧？咁啊，越嚟多跡象顯示咧，就佢個權力咧就似乎越嚟越穩固。咁我見到有網上嘅有啲 KOL 咧就喺度同佢計數啊，話佢所謂連任嘅機率咧係好低好低啊，咁樣啊，即係唔足唔知10%幾啊，咁嗰條數唔知點樣計出嚟啦。咁而家睇嚟咧。就佢能夠永續佢嘅權力啊，喺二十大能夠去奠定佢繼續做落去咧，個機會係越嚟越大噶，因為到今天咧係冇乜嘢跡象顯示咧，佢喺權力鬥爭裏邊咧係有敗仗嘅情況嚇。咁啊，早前嗰啲聽藏師就話佢唔見咗10日神隱，係咪即係政變啊？呢樣嗰樣咧，咁就睇佢即係露面咧，就將呢啲謠言咧全部粉碎曬。不過咧，我又會咁睇啊，即係喺中國嘅今天嘅政治嗰個透明度咁低，
係咪？全部都喺黑箱裏邊做嘢嘅，咁出邊喺度估估下咧，啊，不嬲都係咁噶啦，咁啊，由即係誒封建時代、帝王時代到今天都係啊，睇下金像嚇，或者係側邊嘅眾神啊，個眉頭眼額有冇咳啊，個眉頭有冇皺啊，有冇瘦到啊，因為肥到啊，行路穩唔穩固啊，咁樣去推測咧，就究竟誒即係皇帝個健康情況係點樣啊？嚇，嗰個即係有咩煩惱啊？咁樣。啊！佢絕對唔會咧，就係根據呢個規章制度咧，可以話俾大家聽。連驗身，我而家入醫院驗身啊，美國嗰啲總統啊，都要而家揾個副總統嚟暫代我幾個鐘頭呢個職位，都要清清楚楚向國民交代。但係偏偏喺中國大陸咧，係從來冇做呢樣嘢嘅。由封建帝王到年代到今天都係冇做呢樣嘢。不過二十大咧，見到咧就各地啊，各個行業啊，各個領域爭相表態都相當好笑噶。咁就有一個叫做中國數字時代啊，嚇係一個媒體啦，咁樣就報導就話咧，中國嘅呢個殯儀業嚇，殯儀業有一個標題啊，叫喜迎黨的二十大，共唱殯殯葬新未來，唱即係唱快嗰個唱。點解叫共唱殯葬新未來咧？咁呢個中國數字時代個報導就係咁嘅，百年精情精。波澜壮阔啊！百年征程啊，征程即系长征嗰个征啦吓，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吓，一代又一代嘅天津殡葬工作者喺党同埋政府嘅领导支持底下，将满腔热忱同埋无限智慧投入到天津嘅殡葬事业嘅建设发展之中，相信喺党嘅正确领导底下。天津殯葬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话呢篇奇文咧，即系当年引起热议同埋呢个疯传啦吓，同呢个咩叫做咩核酸咩新时代啊，定系核酸咩新里程，我唔好记得啦吓，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咁样。咁啊，啲网民就话吓。新時代的死法啊，亦都有網民咧就話咧打從心裏高興啊！某啲方面裏邊講咧就話共唱殯葬同共產殯葬咧一個發音嚟嘅，啊殯葬業生意興隆又令人捧腹，呢個就係傳說嘅低級紅高級黑啦，表錯咗情啊，主子唔開心啊，咁決定最後係點咧？最後就共唱殯葬新未來喜迎黨的二十大咧，就最後就刪咗啦啊！將呢篇文刪咗，喺中國數字時代裏邊，呢個係咪好好笑咧？咁好啦，咁啊，大家喺度估下估下嘅啫，究竟習大大權力係咪好穩固喺度估下估下？咁其中一樣嘢係咩咧？咁呢度個講法就係話，喂，動態精靈與病毒共存呢個鬥爭咧，就成為咗中國意識形態著重意識形態同埋著重經濟發展嘅兩幫人的權力鬥爭咁樣一幫咧就係以習大大為代表，一幫咧就係以李克強為代表，咁啊鬥個不亦樂乎，咁好多人啲聽藏師啊不停咁樣講啦嚇，咁呢個有佢個道理啦，因為咧呢啲係公開啊，將李克強去啲地方去巡視嘅時候，不停係講經濟嘅發展，亦都曾經咧可以叫做發過重話啦，就唔可以俾呢一個防疫抗疫嘅措施。去妨礙經濟的發展，因為真係巧婦都難為無米炊，你喺度吹係嘛？佢係要煮飯嘅大佬，佢要有米落鍋噶嘛？你不停咁吹，咁吹啲錢吹唔到翻嚟噶嘛？即係各行各業都停曬，擠住又停埋，咁你點吹啲錢翻嚟啫？咁所以李克強咧就好心急嘅，係好想咧就快啲回復常態咧，等經濟可以發展。咁但係只講意識形態一個咧。就睬你都傻，咁啊！但系呢個兩幫人嘅權力鬥爭，兩個派嘅權力鬥爭咧，到今天咧仍然係曬個落花流水嘅。不過咧就大家又係咁樣嘅，冇辦法知得到中國嘅政策因為透明度太低啦，會跟住點樣發展？咁啊，唯有就係睇啲黨媒講啲乜嘢啦。咁啊，《人民日報》作為黨嘅喉舌咧，由星期一十號開始，一連三日，10號、11號、12號刊登咗三篇文章長文。就為呢個清零政策呢個習近平嘅清零政策辯護。咁啊，三篇文章咧都係刊登喺第二版刊登嘅署名文章由星期一開始連續三日
叫重音啊嘅评论文章。咁啊，重音嘅评论文章第一篇咧叫做《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嘅信心同埋耐心》。第二篇咧就系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第三篇咧就系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咁三篇文章其实都系习近平嘅思想啊，呢个动态清零嘅思想就系喺清零嘅政策上边坚持就系胜利，躺平没有出路。我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系行之有效嘅。即係冇得同佢拗，即係行之有效啊！唔使全國封完一個城又一個城啦，啱唔啱啊？咁當然你可以講嘅，唔封啊，仲大 Q 鑊喎，死好多人喎，咁封咗啊，死少咗人喎，即係你可以咁樣拗啊，咁拗冇。